对，有没有看到我种这个青菜啊？所以我不可以浪费这么多时间给你们看了哈。你看我的青菜，它们好美啦，很清晰。它很远了啊，其实如果我煮给家人吃的，不是有这么久了，我觉得它都久了。它很远啊，你看，它很远的，很溜是，好像你炒出来这样的，真的没有分别的。因为我煮惯了，他们要煮给他们吃啊。为什么妈妈这个芹菜这么好吃的？就是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好像你炒过一样的，只不过你看你自己的要求高不高啦哈。因为我这样煮呢，还有我给家人吃呢，菜冻了冷也没关系的，最重要保持它的溜色的程度。哇，我们看到溜色的，我们都喜欢吃的啊。还有，你看，你看，为什么我快点给他解冻先？没等一下呢，他就黄黄啊！你立刻解冻他呢，他就不会黄黄的啦。我放在那水里面给他游泳，他游泳了之后呢，冷却了，没关系。你当你最浓烈的时候，它保持溜色的。你觉得我做这个菜怎么样？看懂了吗？你们满意了吗？好。我等一下就告诉你米粉为什么，我看米粉够不够时间啊？如果够时间呢，我就弄出一次给你看哈。米粉因为都差不多的，你不会等很久，因为你看滚了滚了哈，我控制得很好，我都算我聪明，我有长知识了，我都算我自己有聪明的了。OK，咁啊，我打开个盖，哇，有小小不会完全滚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因为你不可以放这么多水，因为放的多水呢，里面好像你等一下干吃啦，就不好吃啊。现在呢就对，差不多刚刚好，要给它滚一下，滚一下呢，给它发上来，即系你放啲湿嘅米粉，个水分刚刚盖过了就好了，不用放这么多，不用，刚刚盖过啲米粉，刚刚好像平过它，平就 OK 了。咁啊，然后即滚了咗之后呢，有两个吃嘅方法，看你怎么吃啦。现在都不够叫做滚，其实都不够叫做滚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不够怎么滚？OK，我今天呢就打算煮一个干丝嘅。你等一下想去泡汤的，也可以放多点水，也可以泡汤的。我很简单的，我真的很简单做东西的，所以很快就我家里不怕没有饭吃的哈。OK，然后呢，它滚了，OK，然后呢，我将那滚头倒下去，不会多水，因为你放了很多水，好像很，哎呦，不好吃啊，刚刚好的。煮出来了，你看啊，你看一下煮出去，因为你米粉没有焯到水的。如果当它焯到水了之后，哇，好完美啊，好像会跳的，就里面好像炒过一样的。只不过我现在不够时间咁样可以等多三次没关系，你可以啦，要等多三次哈，OK，可以，等没关系，等多三次，唔怕浪费一点点时间，你们也有耐心的啊，给他，OK。OK，听到声音了。OK，我就加强它。我真的几分钟，不怕，等我几分钟哈，真的很快的。我等几分钟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我真的不怕，因为我一个又尽量快给你们看。大概等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数多次20声，我数20声我就打开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。OK，我去打开看一下先哈，因为我也争取时间，我怕你们看得很慢，没办法啦，我也看视频也是，也要看得很慢，我也是没有心看下去。OK，那我当我打开了，哇，你们那种感觉怎么样啊？会不会很多水啊？不会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如果是浙江的，你冇捞咁多水咯。如果你去湿的，也可以啦。我捞匀咗，我女儿湿都整过啦。OK，没关系，我就攞一匀俾我女儿先，怎么拿呢？然后呢，拿点米粉，我嗱呢米粉真的好美啊！
你弄上来，因为里面的水不会很多嘛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说、啊、我泡汤的，你咪放多点水啊，变成汤粉咯。如果你说、啊、我不要，我要干干的啊，我仲要啊干一点的，没关系。咁你将啲水沥干嚟，咁你放点松下去啊。哇，你看，像像你炒个米粉一样啊，你看，那没有骗你们呐、啊，怎么样？感觉好吃吗？嗯，OK， 我弄大碗一点比较好看一点，好吗 ？OK， 弄大碗一点呢，看起来比较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多么美啊！你看，你看，那我给点送上去，哇，真的很完美了。还有，哎，还有，还有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嗯，原来我刚才刚刚煮好个菜哦。OK， 啊，你看，你猜，你啊，你看一下，冷了很多了，啊，很流血了。OK。我将啲菜加上去，哇！你看我呢碗菜，很短嘅时间，我煮得很完美出来啊！哈、哦，你看美不美？很软的，你没有试，没办法的，你没得试，我们有的是，到你自己选我这个方法来煮呢，穿一下，看我今天有没有骗你，你就知道我说个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我们的妈妈煮的方法的人呢，在个锅子里面炒那些菜，炒很多油泼下来，那些菜又黄又干，又像阴阴，所以我就觉得不好吃，还有煮的整个厨房好肮脏好肮脏，所以我觉得用那个方法煮是 number one 的，又清洁又好吃，你看六十个它很软的，不会阴阴的，嗯 OK。希望你今晚试一下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